魏婴反应过来，轻叹一声，说：“你是因为太着急了，才想瞒着他们先来试验。嗯，那刚才我这样算是成还是不成？”这两只兔子在云深不知处活了十几年，也修得几分灵力。它们在这里都不排斥你，说明你体内没有对它们有害的灵气。但你摸不到它们，证明你如今确实是魂体状态。哦。 魏婴摸了摸鼻子，说：“忘了跟你说了，刚才你们一走，我脚上也有黑气溢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感觉整个人轻松许多。那极浅的黑气，是不是就是我体内的浊气？他们自己从我体内溢出来，是不是说明他们正在不知不觉地被净化？”蓝湛思索片刻，忽然起身：“我回镜室看看那棵茶苗，去去就来。”好。 顺便把这两只兔子也带走吧。蓝湛点头，重新盖上石盒盖子，拎着石盒往外走。明室又恢复了寂静。魏婴心想：要不还是躺会儿吧，老这么盘腿坐着也怪无聊的。他正想躺下去，忽然又听见了一阵脚步声。难道蓝湛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魏婴想是这么想，人也闭着眼躺到了地上，无所谓了。 反正他在蓝湛面前什么样子都可以，蓝湛又不会说他。可这次来的人并不是蓝湛，咳咳咳，来人似乎不忍直视魏婴这副模样，刻意咳了几声。魏婴听见这声音，立马睁开眼，同时瞬间弹起来坐好。果然，蓝启人正一脸严肃地看着他。叔，叔父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 刚才忘机来过了，魏婴心知瞒不了他，也没想着要瞒他，诚实地点点头。蓝启仁看着在自己面前低眉顺眼的魏无羡，不知为何心里半点高兴也无，于是他稍稍放轻语气问：“忘机找你做什么？”我听门生说，他来时拎着一个食盒。魏婴起先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顺口就答：“叔父。”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不过你可以等蓝湛来了再让他告诉你。为何？不为何呀？魏婴突然反应过来，上前一步，惊喜的问：“叔父，你能看到我，听到我了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”蓝启仁神色复杂的看着他，欲言又止几次，才把安慰的话说出口：“这阵法你待久了就有显形之效，我自然能看到你，与你交流。你。” 放心，你不会在这里待太久。大家都在想办法。魏婴忽地抬眼看他，眼里有明明白白的另一重惊喜。叔，叔父，你不怪我了吗？蓝启仁轻咳一声，眼神飘向别处，语气依然一板一眼，非常严肃。忘机已经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，错不在你。况且你已经入我蓝氏族谱，是我蓝氏族人，家人之间。 无需责怪，魏婴却被这句话给弄得鼻子发酸。上一世他没有家人，收养他长大的江家不得善终；这一世他在云深不知处长大，进而得到姑苏蓝氏的接纳和认可。如果没有叔父默许，仅凭蓝湛庇护，他也绝不可能这么快就顺利成为蓝氏族人。于是他郑重行礼道谢：“多谢叔父。” 蓝启仁许久未曾跟晚辈说过软话，又见他如此郑重道谢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再次轻咳一声，说：“你且安心待着，我还有事，走了。”叔父慢走。”魏英脆生生喊道。蓝启仁转身的脚步一滞，没回头，但还是向后摆摆手，走了。蓝湛再度走进明室，看到的就是眉飞色舞的魏英。 他当然觉得奇怪。魏英，蓝湛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叔父来看我，还安慰我说这次不怪我。嗯，蓝湛走近他，见他是真的高兴，心里也放松不少。魏英吐吐舌头，又说：“不过，蓝湛，叔父问我你刚才为什么拎着食盒进来，我没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去问你。你可能要被罚抄家规了。”嗯，对了。 那棵茶苗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正要与你说此事，蓝湛正色道：“它长高了，长高多少？”蓝湛就给他比划了一个高度，差不多到你脖子了。长这么快？嗯，去净室时，兄长也在。他说：“这也许证明了茶苗的确是靠净化你体内的浊气而生长变化。或许你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嗯”嗯嗯。 魏婴再次盘腿坐下来，待在这里好无聊，我又什么也碰不到。蓝湛，要不你给我讲故事吧？讲什么？就讲一讲你以前的事啊，小时候好玩的事，业力的趣事、糗事，或者少年时的心事。魏婴自顾自说着，一抬头就看见蓝湛的眼神直愣愣的。怎么了？蓝湛看着魏婴的魂体，一瞬间长成了二十三岁左右的样子。 惊得忘了答话。蓝湛，魏婴在他眼前挥了几下手，蓝湛这才回过神来，依旧定定的看着魏婴。你的模样变老了啊？魏婴自然不知道自己的容貌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与上一世死前别无二致的模样。蓝湛忽然伸手想去摸他的脸，指尖堪堪停在光龙前，说：“你现在的样子。” 跟我最后一次在乱葬岗见你时几乎一模一样。你是说我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少年了？那多好啊！以后下山不会再有路人把我当成你的小辈了。魏婴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对蓝湛而言有何不同。上一世的魏婴二十二岁时在乱葬岗死于百鬼反噬，蓝湛与他同岁。 却再也没有机会看着魏婴和自己一样，随着岁月流逝而年岁渐长。重生以后，蓝湛看着魏婴从小孩子长成初见时那个十五岁的少年，又看着他长成十七岁时与自己在玄武洞同生死共患难的模样，他以为还要更久才能看到魏婴籍贯，而后成长为青年。蓝湛沉默太久，魏婴忽然有些狐疑，问。 你不喜欢我变老吗？蓝湛立刻摇头。了，你怎样都很好，那就是喜欢喽。嗯，好想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啊。蓝湛，你给我找面镜子吧。魂体是无法在任何镜子中形成人像的。蓝湛自然没有真的去给他找一面镜子，而是从乾坤袋里掏出了备用的纸和笔。魏婴一直看着他。 蓝湛深深看了他几眼，就低头在纸上作画，再也没有抬过头。魏婴等得有些无聊，说：“蓝湛，你看看我啊，你不看我怎么能画得像呢？”蓝湛依旧头也不抬，答：“能画得像。”魏婴转了转眼珠，又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看我几眼，就把我现在的模样深深印在了脑海，所以不用看我也能画得像？” 虽然意思是这样没错，但蓝湛此时并不是很想回答。蓝湛，二哥哥，我说对了吗？嗯。蓝湛手上加速，想尽快画好，免得魏婴又说出一些他无法招架的话来。真是奇怪，他如今也三十六了，还是拿魏婴毫无办法。魏婴得到了想要的回答，居然没有继续缠着蓝湛。 而是乖乖坐好，看着他作画。一刻钟后，蓝湛把画好的小象展示给他看。魏婴上看看下看看，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不用来，不过就是五官轮廓长开了些，似乎没那么青涩了。嗯，果然不管我几岁，都还是一样帅。魏婴表示很满意。蓝湛，你画工不错，比得过我当年在藏书阁给你画的簪花小象。 不过可惜你不喜欢，早就扔了。没有，蓝湛立刻答道：“啊，没有扔，你还留着吗？你都把我调换的春宫图震碎了，我以为那画像你也不想留着，在净室里。好，等我出去了，我就去把净室翻个底朝天。不，到时候我要重新给你画一幅画，好好画，不捉弄你了。好。” 今天这幅画，你先帮我留着，我要收藏的。嗯，魏婴看着他笑，神色很温柔，很安静。蓝湛也看着他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无论你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”魏婴补充道，“老了也喜欢。”蓝湛回答说：“我亦然。”